报告大家惩罚内容，如果谁输的话，谁就用头部把西瓜打碎。哇哇，这就完成任务了。他们好开心哦，为众生一起跳跳。朱子骁上，不，没有朱子骁，之前好像在少林寺待过哈。话说回来了，这西瓜能碎吗？陈红过来一下。我们的乒乓老师用头啪，只要给他撞裂了，这事儿就算结束了。撞裂就好。这个能撞裂？他不撞裂，你撞裂。那你先试。不，这事儿只能这个崔国老师啊。铁头功，哇，运气开始了。西瓜还很，一会儿再收拾。各位害怕了吧？哇，怪不得我刚才唱歌的时候，害怕的原因，害怕给你们带来的一种心里边的感受，就是不能有错，不能有错。刘星啊，预备，音乐起。流星的星啊，流星的星啊，星雨的雨啊，流星的星啊，星雨的雨啊，雨水的水啊，流星的星啊，星雨的雨啊，雨水的雨水啊，水滚的水啊，水果的水，这就不对了。你刚才错了吗？他没有啊。有吗？有错吗？没有啊。对呀，我没听到你错呀。继续继续继续。我没听到你错。哎，刚才开始了吗？对，没有开始吧。刚才我好像没说开始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这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要说开始。我要说开始啊。好。你要听好了节奏。我说 one two three four， 开始你才行。好，金明你早了啦。对对。好吧。好。是我不好。我只能帮到这儿了。好吧。2 3 4，开始。流星的星啊，流星的星啊，星雨的雨啊，流星的星啊，星雨的雨啊，雨水的水啊，流星的星啊，星雨的雨啊，雨水的水啊，水果的果啊，流星的星呀，星雨的雨呀，雨水的雨呀，水果。这没办法，看得我都没得玩。冰哥你一定喊开始了对吧？好大一个西瓜呀。哎，小爽，我问一下，你怎么把你的毛病传染给张翰？这事做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可以放下偶像的包袱。对，来吧。有哇哇，真的加油啊张翰。很简单，你这样好不好？嗯，你把话筒给我。好，因为我们要保护。因为这个话筒很贵。来，大家给张翰加油！来，加油！别撞桌子啊，小心点，这个西瓜会滚的。看准了，别撞桌子，竟然撞！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我直接扑哧一下。来，快了，快了。有裂吗？再让我补两拳好不好？对呀，我头有补拳。对呀，我听到有声音啊。哪一位他的这个影迷是不是愿意帮他一把？我们举手。哪一位？啊，一个女孩子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是女生哎？女生吧，女生也可以啊。是这样吧，如果还是一个女生的话，那我自己来吧。女生也可以，女生也可以。不，我觉得好心疼的。
冰老师旁边有男生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时候你站出来才到位，你知道吗？男人在这关键时刻，你说你怎么能退缩呢？太远了，知道吗？有什么话跟张翰说？啊？有什么话跟张翰说？我尽力了。嗯，好，来。崩了，崩了。慢点。行吧，什么感觉？还行啊，蛮软的。蛮软。其实，老实讲，真没有那么难。这西瓜大家看啊，还不能浪费，一会儿跟歌迷啊、影迷们大家一起分享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工作人员。好，谢谢小伙子，这一圈都没到呢。我跟你说，这回不算，咱怎么也得来一圈。不是刚刚太重复了，都重复了，还说星光对不对？不能说星光。你说的正爽。光了。你说的。嗯。好。不能重复。人民的民。好，从人民的民开始。从你开始，好吧？预备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开始。人民的民呀，人民的民呀，民族的族啊。人民的民呀，民族的族啊，足够的够啊，人民的民呀。民族的族啊，足够的够呀，够多的多呀。人民的民啊，民族的族啊，足够的够啊，够多的多呀，多好的好啊。人民的民啊，民族的族啊，足够的够啊，够多的多啊，多好的好啊，好好的好啊。人民的民啊，民族的族啊，足够的够啊，够多的多呀，多好的好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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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爽的爽呀。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好了，算了。民的民，人民的民呀，民族的族呀，足够的够呀，够多的多呀，多好的好呀，好好的好呀，好爽的爽呀，爽歪歪的爽歪歪。怎么样？爽歪歪的歪呀，爽歪歪的歪呀。卫生，卫生。我现在看出来了，人家都对，其实就到他这错了，就爽你对了。我老实讲，你要撞这个，我还真不放心。就你们那四个男生，来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不知道哇，他可以帮你撞，但你得要干个事儿。假如他是你的恋人，你跟他说你有多爱他。我亲爱的小西瓜。我知道你对我一直很好，我也很喜欢和你在一起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很快乐，可是今天真的我就要和你分。干嘛？这算什么？这爽，这算什么啊？我还不是为了你。他是谁？他是谁啊？啊，他是和我一起长大的。那怎么样？你跟我说过什么？你忘记了吗？那我今天为了你离开他，你说我怎么样？那我就回家。好软呐！这他妈撞不死，撞不死。把我撞碎了！哈哈，让我们感谢流星雨剧组的精彩表演。